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小叔，我们将来玩《神魔三国志》手游。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玩手游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抽奖，这个云台败将，对我们有11张的招贤令，然后我们要抽十抽啊，抽十抽就好。第最后一张我要留着，因为十抽比较有那种 feel， 你知道吗？感觉就比较会中，十一抽感觉就不会中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那抽神魔的。一抽，两抽，三抽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， 都是一堆烂东西啊，烂东西。哦，没有，我们抽到这个魔的50张了，那我们来合成一下看看。董卓，啊，看董卓很烂啊。我们有两只董卓啊，而且还不能升六星。没有这个魔花熊不能升六星 ，OK。那我在这边推销一下我的那个联盟好了，各位观众，第四符我是第四符。那如果你想加入我的联盟的话，欢迎来加入，就直接申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可以按解锁，因为我们联盟现在缺人啊，所以有兴趣的可以来加入我的联盟，名称叫做斗战天神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小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